通新闻联播。你们这么造，你们老师知道吗？儿童新闻联播现在开始。我是小雅，我是小虎。有一个地方，它有漂亮的雷峰塔，还有最漂亮的西湖。我知道杭州。对了，从上个月开始，杭州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有一个服务，只要你是杭州人，拿出证件，下载个 APP， 你就可以到新华书店里借你想借的书，图书馆也能借书，有什么新奇的？我说的是新书，每人每次可以借20本新书呢。那我们去杭州吧。去当杭州人吗？我先想想。上次我们说科比在打完本赛季之后就正式退役了，小飞侠科比，对，他跳得很高，可以停在半空中。我看过他打球，太厉害了，打得很高。不过他都37岁了，打了20年，现在他终于可以说再见了，拜拜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再说也不是你说的呀。今年 NBA 的全明星赛，科比以10分、7次助攻、6个篮板、1次抢断，太帅了。Dear basketball, I'm ready to let you go。你说的我都不想哭了。这里是儿童新闻联播。昨天是情人节吧，就是可以爱来爱去呢。一个84岁的老爷爷穿上西装，包了一整栋楼，在墙上写着我爱你 I love you。 他是想告诉83岁的老奶奶，这个老奶奶穿上婚纱坐在轮椅上，好漂亮啊。对啊，他们都结婚67年了，比我们爷爷妈妈还久呢。祝福他们白头偕老。他们已经白头了，祝他们永远在一起。你这小糊涂头，你这个小眼老太太。我是小雅，明天见。我是小虎，拜拜。儿童新闻联播，小宝宝加油！儿童电台独家制作播出。哦，对了，他们通通装在小包里。